祖笛，兄友们听说过吗？今天分享的是一款可以演奏的 3D 打印卡祖笛模型。卡祖笛是种极为特殊的古老管乐器，演奏卡祖笛不需要学乐理，不用背谱子，甚至不用练习，演奏者只要能哼唱歌曲就可以用卡祖笛演奏，很快便可以掌握演奏技巧，其音色类似萨克斯，可随时演奏，是很多国外乐手及歌手演出时的客串乐器。南极熊霍希、国外网友 Celine Huff 就 3D 打印制作了这个小乐器，组装起来也十分简单，只需找一个包装塑料膜剪成圆片，放置到笛子中间的圆孔中，再将打印的垫片放入，最后拧紧旋盖，这个 3D 打印的卡祖笛就可以演奏了。我们一起听一下。I am amazed. 感觉还不错哦，你也来试试吧。南极熊感谢你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